新庄丰年乐龄学习优质中心在秋季班的部分也举办了结业成果展，各班也带来精彩的作品。校方说，这一期结业的人数共有400多位，堪称是长辈乐龄学习的最佳典范。新庄丰年乐龄学习优质中心秋季班结业成果展，各班学员都带来精彩的学习成果展示。这一期共有400多位学员结业，人数之多，堪称是长辈们乐龄学习的最佳示范场域。新庄丰年乐龄学习中心动静态课程都有，而且种类多元，有学画画的素描班，有戏剧表演班，也有符合时代潮流的手机生活应用班，课程相当活泼有趣。当天不管是静态成果的展示或是动态演出，都相当的精彩。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，只要年满55岁，对艺文课程有兴趣，都可以向丰年国小辅导处报名。以上新闻记者林正杰新庄采访报道。